也许传奇了，没错，我们这是有台版的，现在 GP 已经可以玩得到了。然后我已经先行创角，之前就蛮期待这一款，然后现在有台版的，不过呢，它很像还没有繁中哎、欸，它怎么没有繁中？很像没有完全繁中哈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我觉得已经有台版就不错了。啊，那。等我一下。那我们之前在录，我们之前玩的时候，其实它有算是部分繁中了。那个出手出了，因为已经有人在玩了，看一下。我第三天才可以玩视频啊。这是什么？人啥设定？才可以开高帧，这可以直切角打炮吗？手厨怎么还没出来呢？半兽人，这个吗？其实我觉得可以先讲一些装备。奇怪，那手术怎么这么晚开呀、不然我们先讲装备好了。现在可以看一下我这把武器啊。不对啊，我们可以叫职业啊。对哦。我哪没收到。那我们今天终于就是道士职业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道士。对啊。他倒是做很帅，那我打算把三大职业都讲一讲吧，因为我觉得这种手游就是职业嘛是重点嘛，所以你就看一下道士对不对？那你要看一下道士的技能呢？啊，其实我的影片就顺便给你看一下技能。奇怪，在这里。就这样神兽跟那个最后面。